王丽敏王姨吗？是的。哎呀，你好姨，我是红娘圆圆。那行，别吱着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进吧，进吧。啊，儿子也跟你一块住呢。嗯。哦，我暂时的，冬天冷嘛，我就在这块住了。夏天基本是有活，我要是干活了，我就不回农村了，因为啥地租出去了。那你农村是哪块啊？黑林子镇。王丽敏。59岁，丧偶，儿子未婚，现居住地公主岭市，居住于儿子家，退休金1300元，农村有地，每年租金10000元。王姨现在冬天住在儿子家，夏天回农村生活。王姨的儿子虽然没成家，但平时工作忙也不总回来，所以现在这房子基本上就是王姨一个人居住。以前是在农村种地里的，完后来我们家那人死了，完我就不种了。一个是打工，另外心情也挺好的，干啥事啊？跟儿子在一起，虽说他总不在家，但是我也感觉他总在我身边，就不感觉那么孤独。在家完我就是在饭店再干点活，打点工啥的了，起来就好了。哎，对，完了还有个工作啥挺好。上个月还干来的，这个月就不干了。现在咱们岁数大了，也不想干。那你自己有没有就是说劳保啊啥的？我有社保，现在1300零点好。因为啥？我这一年我也没去取去，我打工挣钱就够我花了2000多一个月，完始终我也没取。那自己攒养老钱？有，不用攒。有不用攒？攒它干啥呀？就花呗，有钱就花呗。那还是说条件好啊？还行吧，啥金钱没有，就是花钱一天。总溜个超市，你说不得花钱吗？不花不花的也得花。你看儿子这房车啥的，那也是之前你们帮着呀，还是说人自己就？房子是我帮他买的，车是他自个的啥买的，房贷款全款买的，全款买的。王姨现在的生活很清闲，没有啥负担。儿子虽然没结婚，但是该准备的也都准备齐全了。王姨说，现在能生活的这么好，其实都归功于过去的丈夫。我老伴活呢着，可抓钱了。他会开车，有时候给人家就是冬天时候，这不是地也收完了吗？完就出外边打工，打工一月挣好几千呢。冬天也不闲的，一年四季反正总有不闲的。我看姨你这个手啊，搁农村一般就是干活手比你这个更糙。嗯，一看你靠，可能是在家的时候就是可能是老伴儿特别宠你呀。啊，那咱也是咋干活瞅着。啊，人家屋里屋外炕上地下的那全拿。没说你要做棉袄棉裤以前呢，孩子想的咱都是他做的，做饭也是都是他做的。就是我不会干的活，拉帮我干啥都是他教我的，以前哪干过这活也不会呀。王姨说，当时村里人都羡慕他，说他命好，嫁了个好人。可惜好景不长啊，这样安稳幸福的生活在2011年就戛然而止了。他上我妈那块去坐车，就是那个那咱不都出租车吗？谁知道什么叫接尾是咋回事，咱也不明白那套事儿。完了说开得太快了，追尾呢，就是前面的车后面的车什么追尾呀，我听他说的，当场就没个老太太，还有一个男的呢，就是缝合钉吃仙药打消炎针，完了现在还活着呢，活挺好的。完了就他特别严重，就当时接着电话时懵了，接着消息时脑袋都空白了。嗯呐，他死之后我就吃不少苦，我自个种好几年地呢，哪累哪块吧你都得自个想到，完你还得做到，得买种子化肥，完了你还得找这个什么狡诈欺拢的这套人，这个人这机器啥的得排号，到时候都排号都抢不上号啊。没说那也挺那啥，也挺着急的，也挺上火的。老伴在的时候你也不用那么累挺。嗯呢，就是干是干点，但是不那么累，眼睛都哭干巴了，就讲话的。没说以后就是在以后吧，都没说几乎就没有眼泪了。王姨的丈夫走了有11年了，王姨这些年里虽然受过苦挨过累，但是生活稳定，也买了房子，如今退休金开了，儿子也有了稳定的工作。王姨说呀，她也知足了。我知足，因为啥呢？乐呵的吧，一天别总寻思那些那啥，换上自个儿安慰自个儿。孩子挺争气，我说还行，还挺好的。人自个儿考的就是长春司法警官学院，完了毕业之后这个工作是自个儿拿考上的。孩子真不用我操啥心。这么梦的孩子要是结婚之后，我就回农村，或者说我再租一个房子，就有别的打算了。或者说找个伴儿的话，上他那儿住。行，最好是上他那儿去住去，找个伴儿的话。那咱找老伴儿看重条件吗？就是身体好，性格好，他就是不抽烟了，不打牌，健康就行。人品好就行。但是吧，我有那个老保，他必须也得有啊。这一方面是必须的。我没认出来。
我刚下楼，上楼来接我们了。啊，我寻思我这直接上去了呢。我还特意在楼下摁的那个门铃，我听到外面门铃了。秦良，68岁，离异，儿子未婚，女儿已婚，现住址长春市，住房面积93平米，退休金3300元。两年前，我们的红娘给秦叔介绍过老伴儿，但是在后续的相处中，因为性格不合，两个人就没再交往下去了。后来秦叔又联系到我们，希望红娘能继续给他介绍。你说你是？55年的，68虚岁，68属羊的，嗯。那瞅着还真不像，你挺年轻的，瞅着。没事，穷欢乐呗。有时候没事了，我就上哪，上劳动公园，溜达溜达。劳动公园上那边去买烤鸭去，嗯，那嘎烤鸭便宜，买一只烤鸭，买几个大饼子回来，提了溜达就回来了。今天早上也是吃完饭了吧？早上？早上都吃完饭了。数早上煮的饺子，今天不立冬吗？我昨天去买的，买成袋的，它成袋的饺子，速冻的呀，速冻的、啊。我还寻思你自己包的。哎，我包它，我去想要吃，我就出去买了，速冻的。还一袋，昨天去买了两袋，对。会不会包啊，叔？会，结果是不愿意干。不愿意干。哎呦我天哪！是不愿意干，还是说一个人没意思呀？也没意思，也不愿意干，愿意吃。上百济或者上哪那个自由大陆那个什么那个那饺子馆，你买一盘15个，再叫小凉菜，吃的好挺好，20多块钱，在家整汤，又和面又和馅又擀皮儿又包完，再煮，整身汗，整出想吃的时候吃不下去。那发现叔你还不像他们别人有的心思，有的人就是过得啊挺仔细的。我没有用，我是咋回事呢？我是该仔细的仔细，该花的花，不该花的就不花。你留那钱干啥呀？给谁呀？儿子不用我管，姑娘有房子，有工作，我就自己过自己的。生活怎么乐呵，怎么好、怎么过？对，我感觉瞅咱，你说长得这么精神，也不老，年轻的身边。对呀。条件我看也不错，身边应该挑不少。挑我介朋友介绍的多了，有的是。朋友给我介绍的，我看完了就没下题了。你就是挑，那说你标准肯定是说想找好看的呗。那当然，颜值得过关呢。我外边朋友那么多，领出去我拿不出手，那都磕碜的。那人家那不行。那你啥样的？你觉得是好？哎，我觉得我只能瞅上眼就行。你能瞅上眼就好。哎，对，就好看。你再好看，那不是咱家菜。个1.6米以上就行。苗条的。啊，苗条点行。胖也行，胖的我能瞅着顺眼就行。条件，最起码自己得有住房，有双保，就差不多少就行。介绍一下，认识吗？秦良，我姓秦，秦良。啊，我姓王，我叫王立敏。啊，好，你好。嗯。如演员咋样？演员还行，还过得去。嗯，性格也看不出来啥性格，一时半会儿瞅不出来啥性格。咋样啊？从个头，从长相，都不行，都过不去。长得不老。但是没演员不好看，确实不脸人肉，就是不是让人特喜欢。来，坐近点啊。这就够近的了，来，再往这么点。都没啥想唠的呀。嗯。都没啥想唠的呀。我介绍我自己啊。你先说。你是优先，你先说。你先说吧。你先说，你说完我再说。姓秦，名良。1955年生，1.73米，体重140。父母不在了，兄弟只7个，现在剩3个了，剩我二姐，我还有我妹妹。你说的这么详细呢？那你家庭成员吗？孩子已经都出去了。都自己单过的都不错，就考虑上个人问题，人老了终究得有个伴儿，就这么个想法。他好像就是上老多次电视台的，比较那成熟，就是说话啥的是不上好次亲了，感觉好像是完了比较从容。对呀，该我姓王，姓王立敏，我就一个孩子一个儿子。嗯，我还说啥呢？你是刚才忙活工作不行。你是丧偶还是离异？我是丧偶。丧偶。
今年六十。五十九。五十九。属兔的，嗯。属兔。虚岁数六十，两个孩子都结婚了。没有，我儿子还没结婚呢。啊，我儿子也没结婚呢。他就谁到了，也不是自己没不知道不知道咋回事，不问，从来不问。他儿子没结婚呢。你儿子也别也没结婚呢。那我是女方，他是男方，我不得上他家生活去吗？跟他过日子吗？他也不上我家来，就是我就是怕他有负担。从你那个表述来看呢，对我有些地方呢还不是太认可。那你儿子以后结婚啥的，你是不是得给他买房子呀、车什么？房子不用，车啥的了？车不用。嗯，那都预备好了。不是，我已经把钱都给他，他自己去安排。啊，现在都已经安排好了呗，就是。他那他就他在他自己了，我那都打点好了。都完事儿了，我该给他的钱都给他了，所以说我对孩子这块，包括姑娘，我给姑娘33万，我给他32万，该负担的都负担，那该负担我都负担了，我觉得不没事、就是、不太没事，我说了，我觉得不太合适，去到朋友处了，那认识一个朋友，行行，没问题、嗯，那咱们就撤吧，好吧，不用远送，谢谢，李叔吗？哎，你好，叔，我是红娘圆圆，啊，你好。李兆发68岁，丧偶，女儿已婚，现住址长春市，住房面积40平米，退休金3300元。大家还记得李兆发李叔吗？上次见到李叔还是在夏天。李叔68岁，每个月退休金3300块钱，平时还在外面摆摊修自行车。夏天前看你在外面修自行车了、你现在还修吗？不干了，早就不干了。冬天现在就待着，你没找着活呢吧？冬天活少。那如果说是再开春了，过两个月啥的，还打算干？嗯，从上次到现在，这不也好几个月了吗？中间身边人没有给你介绍的吗？有，我也有没看，有闹挺，正是。怎么闹挺咋的了？啥意思？现在就是咋的？他有各方面要钱吗？咱家情况也不这么太好，这么说。怕那个找老伴说是对方得管我要钱。对呀、我们有这条件。对呀、我要求不高。嗯，人身体好就行。再一个呢，有劳保没劳保我就不能找，你明白啥意思了不？没劳保不能找，不能找。他有劳保，你有劳保，他不俩人生活还能好一点？你觉得单靠你的如果退休金俩人可能不够，你多少钱每个月？我3000多块钱。3000多块钱。嗯。李叔找伴唯一的条件就是得有劳保，咱们王姨也刚好符合这一要求。那他们见面后会相中彼此吗？来来，进来吧。紧张啊？不紧张。俩人见面，我看进门都没瞅，互相都没瞅对方。瞅着了。瞅着了。瞅着了。见面给你们互相介绍一下。李兆发，李叔。啊。姓李。你好。你好。自己来吧。你贵姓啊？我姓王，我叫王立敏。啊啊。咋的？进那屋了，是不是？那坐那儿。啊，请坐。啊，立走。瞅有70岁，你68还是的，瞅得特老实的，特老实，对不？特老，长相身高我不挑，嗯、就是没有眼缘。你想咋样啊？人五个方面都可以的，瞅着。实际上，咱说这意思啥意思呢？就跟咱家情况和他的情况就完了，有没啥负担，就这么事儿，这没啥也说的，我这也不会说啥，就实话。该了解一下子，对对对，就这么事儿，那有啥呀？这叔这性格真是犀利咔嚓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感觉他有慢性的，有快性的，这么事儿。不是，现在你说你工资多少钱？开多少钱？啊，我没有工资，我就是自个儿交那社保。啊，社保不也得开吗？一个月开现在1300来块钱吧，那样。啊。叔，上来就这么直接呀？不是，那你有啥说啥呗，家有啥负担呢？没啥负担。没啥负担。嗯，一个孩子。嗯，就这一个儿子。啊，儿子结婚了？没有。啊。叔，咱这唠嗑，你这不是一都问紧张了。这个唠这刚见面，是不是得先进不进屋，唠唠家常？不是，这也说的没关系。但叔性格就是。我性格急躁，我性格急躁，不像你磨磨唧唧的，我这不是那样。挺好。叔就是顺点，就是不管咋的，有话直说。对。说话唠嗑啥都挺哈，挺实在的这个人，不是那么花说柳说的，反正就是挺直，挺直性的。他有点急，你觉得行吗？他急，我也比较急。
我要干起活特别急，我也急，不像人说的那慢村的，你说话必须得慢的说，要不你别人就是表达不明白不弄事。他急是急呗，急不要紧的。我要是跟他要是能处明白他那个急，我能把他治过的。该急的时候你急，不该急的时候不能急。你今年多大岁数？68，基本反是我家我这一姑娘没啥负担，就这么说。啊，就一个孩子。嗯，结婚了已经。嗯，那你也是有社保啊？我退休的。退休一个开多少钱呢？3000多块钱。啊，不高。够生活就行呗。你抽烟不的？不抽，不抽烟不喝酒。那挺好。啊？挺好。嗯。我也不抽烟，我不喜欢抽烟。嗯。我不然不喝酒，我也不好这个。打麻将吗？麻将不打，我夏天干点活，有时候冬天也干。那你农村还有地呀？我不是农村的，本市的。那你干啥活？打工啊？我原先也冬天有时候打工的，我有时候修车的。啊，挺好。行，待着。修车不挣点小钱吗？对。完了，工资不省下来吗？我也是，待没啥事就想找点活干，待不住。所以待不住，待不住，我就待不住。那你看人家。你看动弹又一样，不动弹又一样，总躺着就不，那就不是好事。嗯，不行，说个医生理念还挺合的。你慢慢的，你就总躺着，慢慢就躺出病了，没病就躺出病了。对，你那条件比我那好。啊，这都不是我的，都是儿子的。啊，嗯，我也不在这，不打算给这块常住。农村我还有房子，还有地。儿子不上班了吗？嗯，上班了，给单位，就是公务员。正式的。啊？正式的就是。正式的司法警察公务员太忙，就是不成家，让姨有点着急。那又是不结婚，那现在年轻人哪有你有不乐结婚那么早，就这么事。啥都给他准备好好的了，房子、车、啊、啥啥的。那可不，他没结婚，反正有负担。这么说话的，他肯定得有负担。但是你说，但是姨说了，儿子啥都准备好了，不用操心。就是，嗯，那倒是又一码事，关键呢。你这些儿子事儿，你现在有的事儿呢，能帮忙有的帮忙，没有没帮不了忙，咱也不能想等的事儿，是不是的话？那就得看处上了。你现在是大事儿。对。要么处一阶段也行，但是吧，嗯，我得跟他这么说，我跟他处一阶段，我就是我先问问他，你能不能给我啥保障？我不要钱是不要钱，但是我得有安全感，达不到我的安全感，那我就不能跟他处。你觉得那这安全感是啥？安全感嘛，就是他的工资，就是我那什么，以后就是真我俩走到一起，比如说走到一起，那得我管，都得交给我。他的工资卡必须得交给我，他要不交给我，那我就不能跟他拿。我不要钱是不要钱，但是我得有安全感。你觉得那这安全感是啥？俩人就是咋的，到一起了以后就是这工资吧，一人拿点不来，俩人生活费呗，就到老了，一到老白头了，到老拉倒呗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也没别的要求。现在啊，你是那么想的？嗯，那你咋想的？我跟你想法不一样。哎，那你再说吧，可以说，没事，那没关系。我想我的工资吧，就是我就是存着先攒着，留以后就是有什么急用啥的了。啊、咱俩有急用，你说，比如说这也可以用，没关系。然后就花他的工资呗，生活费。那倒没事儿。但是吧，就是你的工资卡，就比如说咱俩是走到一起了，你的工资卡必须得交到我手，我保管。那你那么说的话，那是以后处的事了，处处看吧。这工资本这个问题，你跟谁领定一见面，你就谈工资本以后能不能放我这儿？不是说工资本就放到你这块，但是最起码有句话就行。你的意思是他一开始的态度就是犹豫的？对呀、啊、他不干脆，不是说非得交到我这块，你有句话我也高兴啊，心里也踏实，我也能给你处一处。但是你有那个油嘴滑舌的，你像就会人会说好听话的，可不顺着你说了。那得看你做事办事啊，你这不就从实际就看出来了吗？落实到实际上，他不就是犹豫了吗？不那么干脆，他态度不是那么坚决的。他要说行，工资卡搁到你那块儿，那我就跟他处一处呗。我也没说真要，就是一句话的问题嘛。我的想法吧，也没啥想的。这要按正理的说吧，我就是该买啥吃的买啥吃的。我说工资卡还不能递你吗？不可能，就在这样，就这种情况，就这种情况。觉得卡我要放别人手里，我心里也没有安全感。对呀、啊，就在这样，对、啊。
我供啥？我不可能递你呀，这不咱说实话吗？你得没处着呢，现在就谈着工资卡上了。那这样跑了，我你走了，上哪找他去？他不跟你一心。对，你上哪找去？所以说咱的意思是，以后就是住到一块去了，工资卡也是不会给的。那又一码事了，看处啥感情，就这么说。那都次要问题。因为刚才姨也说了，就是只是要一个态度。你要个态度？那我也没有别的态度，我也说那也没毛病，那是不正常吗？那你过一阶段以后，看有没有感觉，感觉还行，还行，工作咋地呢？这不实话吗？你刚接手，能说那些话吗？那就不处了。我不觉得可惜啊，就这一句话没表扬好啊。是，那没关系。断送今天的缘分了啊。没事，没关系，那没关系。挺失落的，啊？你那手势挺失落的呀。没关系。拜拜。